当这家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，那些绳索就会勒得越来越紧，他们互相之间就会缠绕，就会消灭这家公司可能发生的创造力。第一句是你得看见那幅图，第二句你得看见那件事儿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一家公司的最小的单位是什么？你可能会说，那当然是一个一个的人呢。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把这句话当作是政治正确的宣言，叫以人为本，对吧？当一家公司认为我的资产，我的单位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，那么这里面就藏着一个伏笔，藏着一句潜台词，就是我怎么来组织人的协作呢？那当然要靠大量的规则、制度、流程、习惯，甚至是潜规则，甚至是暗习惯，用权力、用阶层把人组织起来。所以越是说我看见一家公司，我看见的是人，其实你想说的是什么？其实你看见的是什么？看见的是把这些人组织起来的那些绳索。而当这家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，那些绳索就会勒得越来越紧，他们互相之间就会缠绕，就会消灭这家公司可能发生的创造力。这个道理我们都懂，但是又能如何呢？一家公司难道不是由人组成的吗？人难道不需要用这些规则和绳索把它捆起来吗？对，这是过去一年我们受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。有一天我们公司来了一位客人，他叫张楠，他是字节跳动公司飞书这个产品的老板，他给我们展示了飞书的整套的用途。哇，当时我是大开眼界。请注意，我不是在给飞书做广告，他们真的没有给我们费用啊。我只是想说，在那一天张楠先生向我们推销飞书的时候，我领悟到的东西。飞书有一个核心叫文档。文档是什么？文档是一件事儿，是一个事儿。事儿是什么？哎，你会发现我们经常说这个词儿，但是我们从来不试图定义这个词儿。什么是事儿？但凡是事儿，它就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一个协作过程，它里面一定包含人。那为什么飞书文档它的核心不是人而是事儿？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你可能就明白了啊。比如说我今天2021年5月26号启发俱乐部，我自己是要写一篇稿子的。我们公司有这个传统，就任何上台请写逐字稿，所以我会起草一份今天的稿子。那如果我们这家公司是由人组成的，好，我写完稿子我会发给一些人，比如说做 PPT 的老师，来，请根据我的稿子做 PPT。 我会发给现场导演，请根据我的稿子来安排你现场的镜头调度。我会发给我们的内容同事，请帮我查证几个信息，然后他们工作完了之后，这些信息再通过一些文件返回到我这儿，对吧？事实上我们几乎所有传统公司的人都在用这种方式工作，对吧？人是核心，而事儿、文档是围绕人来旋转的。那会出现什么结果？就是文档的旋转和流转它一定得有规则嘛。什么样的人只能把文件递到哪一层，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看到什么样的文件。越级汇报一直是组织里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罪过。还有当你的文件递交上去，你的老板过于忙或者他正在休假，你除了眼巴巴的等，你还能干什么？这就是以人为核心的组织的状态。但是如果是在飞书里面，那就不一样，是以事儿为中心。比如说同样是起草2021年5月26号我这场启发俱乐部的稿子，我只需要立一个文档，然后我在里面写，
写到不同的地方，我就会艾特不同的人。比如丁从从老师，请帮我确认一下这句话可以这么说吗？ Keynote 老师，现在我写到一半，你可以去做了。写到哪儿，我可以艾特给特定的同事。我请教你一件事，我申请你给我一个帮助，此处请帮我确认等等。我在写这个文档的过程当中，所有的人都在参与协作。所以你知道使用飞书写稿子的时候，那个体验有的时候是很惊悚的。尤其是我经常深夜两点还在写稿的时候，我发现居然有同事每隔五分钟上来看我一眼，写到怎么样了。那个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就深夜从卧室爬起来到厨房偷点吃的，突然发现冰箱旁边还站着一人，啊，就是那个种感觉。这是一个特别奇怪的感受。但是各位要知道，那不是因为我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我有这个权利，是只要在这个协作系统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起一个你想起的文档，然后发动一次协作。在这样的公司里面，人不再是核心，谁是核心？事儿是核心。你可能说到这儿还是没有什么感觉啊，因为如果你没有用过飞书，你没有什么感觉。但是你有没有觉得，这是这个时代我们能想象的一个组织的良好状态？就是这个组织里面不再有发令者和从命者这种关系。我们现在的组织当中大量存在这样的关系啊，就有人发命令，有人执行命令。好像一个组织想要正常运行，非此不可。真的吗？真的只有这一种关系形式吗？不，当一个组织可以是一连串的事儿的时候，它完全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组织啊。如果以事儿为中心，每个人的角色就变了，有的人就变成了领导者，因为我发起了一个事儿；有的人就变成了别人发起的事儿的帮助者。大家想想，每个人都变成了这两者身份当中必居其一的人。你当然可以不，没有任何职级，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，你甚至是一个实习生，你在这个系统里都可以发起一个文档，发起一个事儿，然后艾特给你认为该艾特的人。没有什么部门，没有什么层级。当然如果官大的人他觉得你发起的事不对，他可以不理你，这事儿就没了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没有任何规则说你不可以艾特给任何人。所以即使你是一个实习生，你仍然可以在自己认为对的事上扮演一个领导者，然后你下面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证明这件事值得做，你把它推销给你所有的同事。那还有另外一种角色呢，就是别人发起了一个事儿，别人请求你的帮助，你接到了一个 at， 你进去帮助他。哇，老天爷啊！你想这两种角色叫领导者和帮助者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人性当中深深被植入的，能够激发出我们的善意和创造性的两个角色啊。我们谁的生命当中都害怕去做命令，因为命令背后是责任。我们谁的人性当中都害怕被命令，因为这样不自由。但是我们都有自己想做的事儿，我们也尝试着去领导一件事儿，我们都愿意用自己手头的资源去帮助他人。所以以事儿为中心，这是改造一个组织的灵魂的方式。你有没有意识到一件事儿？就是我们身在的组织，它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。各位同事，500人啊，你们是身在一个组织中吗？我们提到这家公司，你脑子里面出现的是组织结构图吗？是一个一个的职位，一个一个的职级，背后对应的是待遇和权利吗？
我不知道各位同事，反正在我这儿，我从来没有用这种眼光看过我们的公司。在我的眼里，在我的感受中，这家公司对我来说就是一件一件的事儿，是一连串的事儿。每年我天字号的大事是跨年演讲，然后每年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公司重点的事儿。我这么个罗胖这么一个人，并不存在这么一个人，我是把自己像祥林嫂捐门槛一样变成了无数的分身，我把自己纳入到不同的事儿。这家公司对我来说是一连串事件，而在这样的组织当中，每个人都有机会领导一件事，每个人都有机会帮助别人的一件事。那你投身的就不是一幅组织结构图，你投身的就不是一座你必须往上攀爬的高山，你投身的是由一连串的事件像水珠一样构成的奔腾的大江大海。你投身进去，在任何一件事情里面，因为你卓越的表现，你都可以露头而出。任何职级比你高的人，权力比你大的人，他能对你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给予你帮助或者无视你。这就是一片可以展现我们最好的勇姿的赛场。所以公司不是一个组织结构，公司是一连串的事儿。最近我正好看到了一句话，我特别喜欢这句话，说机场比婚礼现场见证了更多真挚的亲吻，医院的墙壁比教堂聆听了更多诚恳的祷告。多棒的话。对，这个世界总有一些力量想把我们的感情，我们的关系给提纯，比如说婚礼现场和教堂，亲吻和祷告都被体制化。在这儿随着司仪一声令下，现在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，你就必须亲，这是被权力约束的情感表达。神父说现在我们一起祷告，你就必须祷告。但是我们人类真的是用这种方式彼此协作的吗？是用这种方式来确认我们的存在的吗？不是，我们是在一件一件具体的事儿当中，我们展现自己的人性、才华、需求和创造。就像在机场，我们因为要分别或者因为重逢，我们渴望亲吻；就像在医院，我们珍惜生命，所以我们去祷告。在一件一件事当中，我们呈现了自我，而这当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强迫。这家公司，我在向我的继任董事长交代他的灵魂的时候，这是一个特别隐秘的所在，我必须指点给他看，看见那些事儿，而不要只看见那些人和那个组织。